香港的房租成本一直以来都非常之高，但作为雇主，怎样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个员工租金返还计划，它可以在无需增加额外工资成本的基础上减轻员工的税收负担，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。当然，怎样设立一个清晰、全面又容易操作的计划和工作流程，是很多公司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公司大部分员工目前都在租楼，但是都未有一个这样的员工租金返还计划，你可以考虑尽快设立一个为员工提供福利。如果你们已经有这样的计划，但可能需要将程序简化，或者尝试利用科技工具来提升效率以及增强员工的体验，那我们建议你现在可以开始考虑进行相关的工作，以便在新的税务年度开始之前完成相应的准备。